神，他要把小花送人了。哎呀，是真的，我刚才在山下亲眼看见的。养了那么久的小花，他连头也不回。师傅，你说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绝情的人啊？遗禅呐，为师也养过猫，哪有你想的那么轻巧？你要细心的给它洗澡、喂奶，担心它是不是病了，还要……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能那么薄情啊！它不是薄情，只是人生有时不得不取舍。王婶儿她身体本就不好，又刚刚当上外婆，要照顾刚出生的外孙女，实在是分不出精力养猫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其实很多人为了孩子，放弃的不仅仅是宠物，他们还放弃了爱好，牺牲了时间，甚至蹉跎了青春。你以为王婶儿就舍得她的猫吗？一禅知道了。对了，师傅，你刚才说你也养过猫，后来怎么不养了？傻小子，为师有一个小和尚要养啊。